11月21日，翁虹发微博搞笑声明：“水晶绝对是我亲生的，我孙子的照片跟水晶是不是几乎可乱真？只不过他爸的基因实在太强大了。”他还晒出自己儿时的照片和女儿的照片，看着确实十分相像。网友纷纷表示：“女儿像爸爸，有福气哦！这小女孩跟她爸一模一样，这还有什么怀疑的？”也有网友表示，脸型嘴巴都很像红姐。说起帅照，就在此前，翁虹在微博晒出一家三口参加慈善活动的后台照，翁虹一袭抹胸礼服，大秀性感好身材。翁虹老公刘冠廷一身西装斯文帅气，女儿刘石穿着公主裙十分的活泼可爱。翁虹算是亚洲小姐，是一代男粉丝的女神。翁虹出道时戏路非常难行，迫于生活又成为艳星，之后的她慢慢的才开始了褪去艳星的名号。生活婚姻的她更是不易坎坷，第一次婚姻是嫁给一个富翁，两人认识8个月就闪婚了，不过2年之后就离婚了，原因就是男方偷腥而分手。翁虹如今的老公是一位投资企业家，身价不菲，而且热衷于健身，是一位兼职的健身教练。